从空飘的气球越过台湾的领空，一直到最近片面改变 M53 的航向，还有到最近金厦海域的快艇事件，这些议题的发烧的等等，中国一系列的动作看起来绵密，而且是有计划。这一切都不难看出，中国一方面对台湾展现更强大的施压力的，二方面是不是也在转移他中国内部所面临的种种的压力呢？未来会更频繁透过他的灰色地带跟各国之间所发生的海事纠纷，不断去制造冲突跟对立。当然对台湾来讲，未来必须观察中国是不是真的会在金厦海域常态化的巡查，甚至在禁止跟限制的水域当中对台湾的渔船呢登船检查。因为常态性的登船包括的登舰，这些行为都已经等同封锁台湾海域。那从军事角度来看，形成一种战争行为。